因此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这个缘是人事环境，好的人事环境，恶的人事环境，对我们都是学习的地方。你只要肯用心学，没有说不可以智慧的。善人是我的善知识，恶人亦是我的善知识。然后你先能体会得到，先能明白。诸佛菩萨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面。不单止一切人事是老师，一切万物亦是老师。这个世间，我们现在的话讲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自然现象，点点滴滴，都在这里开发我们的般若智慧。只要自己舍弃贪嗔痴慢，舍弃自私自利，舍弃情见，虚心学习，成就无上菩提，唔使三大阿僧祇劫。佛在经上讲，修学正果要咁长时间，咁艰难，原因系咩？众生唔善学，唔识学，所以先要咁长时间。如果识学，就唔使咁长时间啦。识学的全方便，亦就是第一个条件，是要好学，喜欢学，肯学，然后在老师，在善知识里面，你得到很多很多宝贵教训，你就识学了。咁样先能成就。